你以为 Notebook LM 只是整理笔记的工具吗？今天就来看看它是怎么变成我处理资讯、加速决策的全能 AI 秘书。这支影片不是要来介绍功能如何使用，而是 demo 一套真正落地可以提升效率的知识工作流。我会实际示范 Notebook LM 怎么帮我搞定考试准备、 YouTube 速读、简报创作、会议记录，甚至连面试前的 KYC 背景调查也能一键整理。每一段都是我实际用来节省时间、提升品质的工作流。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一定会对 AI 笔记工具的应用有全新的理解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找不到资料，而是资讯太多太杂，没有结构，报告一堆文件，太长影片太冗，明明资料都在眼前，却花了很多时间理解、整理跟归纳。再加上 AI 工具越来越多，你可能也在找一套不只是生成文字的解法，而是帮你把庞杂资讯读懂、梳理、转化成产出。Notebook LM 就是我用过最像知识型 AI 秘书的工具，它不是帮你写东西，而是帮你更快开始创作、做决策。老实说，现在要我不用它，真的会不习惯。我们先快速看一下 Notebook LM 的功能操作，它支援大部分资料来源，包含 PDF、Google Docs 等大部分文件，也能读网站内容，甚至是 YouTube。再来，它能及时帮你从资料来源中整理出重点摘要。你也可以透过它的内建搜寻功能，针对上传内容做及时查询，加上它会引用段落来源，让你知道资讯从哪来。这对要写报告或论文或需要引用来源的人来说非常实用。最近我正在准备一张证照 ，AI 应用规划师。市面上没有标准教材，多数是从网络上搜寻来的零散题库、讲义及 PDF。我把这些内容收集好，丢进 Notebook LM， 请他帮我出题，帮助我模拟考，而且每一题还会标注对应内容来源，帮我彻底搞懂知识点，而不是死背答案。只要给对内容，标好范围，你就可以有一位个性极好的家教老师陪着你练习。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情境，看到一支 YouTube 影片，标题超吸引人，但影片40分钟还不一定有料。更麻烦的是，有些公司根本直接挡掉 YouTube， 想看都没得看。现在我会把 YouTube 网址直接丢进 Notebook LM 快速分析章节，甚至做成摘要与心智图。如果我懒得看，我就请它生成 Podcast 精华。Vibe Coding 的目标可能是让不太懂程式的人也能做开发，实现想法。LLM coding 呢，就比较像是。若影片有字幕稿的话，还可以直接点选来源看逐字稿。以前被逼得整篇看完，现在我可以先看重点，再决定要不要看全篇。这根本是阅读型 YouTube 模式。说真的，这是我超推荐的用法。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一堆 AI 会议记录工具，但我想讲的不只是整理资讯，而是重新打包资讯的形式。我会把会议录音档丢进去，直接帮我整理成 podcast。我可以立即在会议后拿到一段6到10分钟的会议回顾音档。除了可以快速回忆今天的会议在讲什么，做了哪些决定，哪些待讨论。如果今天团队有成员临时没来开会，我就不用再打文字摘要给他，只要传音档过去，他就能在咖啡时间边听边 catch up， 完全不会脱节。原本沉闷的会议用这个方式重新包装后，不止节省时间，更提升记忆点。不过这边也要提醒一下，这套用法虽然方便，如果是讨论比较敏感的内容或内部的机密资讯，我不建议直接把音档上传处理，避免可能的资料外流风险。做简报最花时间的其实不是美编，而是前面的资料搜集跟编排逻辑。我会把整理好的资料，像是网络研究报告或文章，丢进 Notebook LM， 请他帮我用这些内容输出简报大纲。接着把这份大纲转给 Gamma 打 AI， 快速生成视觉化简报，不用再一页一页排版，非常省事。当然，如果需要对外进行报告，我会再请 Notebook LM 根据简报内容生成语音档，接着转换出逐字稿当作我的演讲稿。详细的过程可以参考这部影片介绍，里面分享了如何从 podcast 内容转换出单人演讲稿，让我从产出简报大纲、生成语音档转换专业演讲稿一气呵成，非常实用。最后，这个用法是我近期尝试中的用法之一 ，KYC 快速人物背景建构，也就是 Know Your Customer。我有时需要了解一位合作对象或是面试者，不想只看一份履历，我会先用 Notebook LM 的工具收集对方的公开资料，包括新闻、社群、LinkedIn 等公开平台，然后把这些资料丢进 Notebook LM。接着，我会请他帮我分析学历与经历，
分析他一贯的观点与价值主张，抓出值得留意的争议或亮点，最后帮我生成一份提问清单，我可以直接用在面试或访谈上，用最短时间快速掌握这个人的核心特质，访谈时切题又自然，开场就有深度。只是要提醒一句，记得遵守资料使用规范，避免上传人家的履历等个资文件哦。我们的核心概念其实不是找最厉害的工具，而是把好工具放进对的场景里，发挥它真正的价值。影片下方我会附上工具连结，如果你也想让 AI 帮你节省时间，提升输出品质，也推荐你试试这套 Notebook LM 工作流。我们继续研究，持续分享。我是懒得专业，我们下次见。